大家好，我是夏云 Julia 夏，欢迎收听善良的一刻 One Kind Moment， 由执行制片人布鲁斯·韦恩·麦高伦 Bruce Wayne McCollum 创建的播客，在比心碎的速度更快的60秒之内，我们分享灵感，帮助您创建一个更友善、更温和的世界。我们相信，善良需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理念。因此，我们制作了这个节目，每天为您的生活海洋增添一滴甜蜜的美好。享受这一刻，让我们民主化知识，让我们普及正义，让我们一起全球化同情心。凯拉什·萨蒂亚蒂，萨蒂亚蒂将教育、正义和同情视为基本的人类价值观，通过将同情心、善良作为核心，教育和正义成为可能。当善良是我的默认设施时，我开始寻找别人需要的东西，而不是我想要的东西。教育使人们摆脱无知，正义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。教育和正义这两者相辅相成，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贫困。一句善词揭示了一个丰富的世界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与我们保持联系，让我们一起有个小小的内心微笑和一颗充满希望的心。回头见。